那我是阿天，那我们来玩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恒星扫荡战线吧。好，当然啦，那全部的这个 buff 都要拿到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决定使用这个光队，哦，因为光队呢有这一个光可怜可以打全体的这个破坏率啊，其实雷也有啦，但是呢，光队我有这个大光阵，然后东程师嘛。那东程师的话呢，我打算给他开光阵又当主攻，这样子呢就可以省掉两个位置。那大光阵呢还可以加暴击跟这个暴伤，所以说我只要叠一次绝对现象就好了。那相对起来的话呢，这回合数应该是可以缩短很多，所以呢，我的想法就是，先破盾，破盾完之后呢，可怜打两下，然后呢，打满破坏率，再来的话呢，收尾，好，那看看行不行哦，因为我之前 S 是这样过关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打吧。开场的话呢，我们先累积一下这个，怎么讲呢？SP 跟 OD 哦。好，换个位置，换个位置。我不用 S 的理应下了哈，因为我们这个有 buff 哈，SP 有增加。上心眼，心眼要上给可怜跟这个东程师哦，然后一次就好。但是我不知道 X 可不可以一次破盾啊？那就上一个无中生有，一个绝对现象哈。确定破盾之后再打，不然就浪费了。好哦，希望是可以哦。我们来看看哈，来看看50的这一个大招哈，是不是真的那么强哦？哦，这个 debuff 真的强哎哈，真的就一下就破盾嘞。然后呢，顺便聊一下，这一次活动的话呢，主角是二姐吧？奇怪，没有50啊。可是这一次的卖点是50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打破坏率吧。麻痹了，麻痹了，正好都要换位置了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绝对现象，东城师。好，无中生有，东城师。那我们就第七回合，然后呢开 OD2 吧，因为呢东城市已经给一次了，然后他自己大光阵又一次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绝对现象给东城市一次就好了。好，就这个样子哦。无中生有的话呢，当然还是给东城市啦。OD2 开。再降一次 debuff， 然后呢，有个心眼。我不确定大光阵仗暴击率够不够，但是呢，没关系，后我们就再给他一次哦。好，绝对现象。那这边的话呢，他也吃了一个绝对现象，然后呢一个无中生有，两个心眼哈，所以说这个我们的可怜威力应该也不错哦。好，最后面呢999破坏率，东城师呢再收尾。哇，都快打完了。
好 ，OK， 七回合哦，过关了。好，那其他队伍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是乱打，对哈、哦，就是选定好说你最后面你要打这个BOSS 的队伍之后呢，不要用到重复就好。第一次多了 EX mode， 那 EX mode 它可以获得什么东西吗？哦，这个应该是让你纯粹挑战的吧，报酬应该是全部都拿到了吧。好，那我们先不打，我们来换东西哦。 OK， 那我们获得的点数呢，在左下角选单这个地方，然后呢我们点这个背景主题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呢可以选择你要换什么主题哦。这一次的话呢主要是这个 31A 比较贵哦， 80 吧。好，所以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哦。那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第一次黑金色的这个造型哦。好啦，那影片就到这个地方啦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